那么接下来有人安排这首歌曲是来宾所点的，台语歌叫做《三年的旧情》，啊，伊是点日本的歌曲叫做《乌鸡古萨古拉西》，也有为你演唱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的团长叫什么名字？魏华。对，阿边啊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杜霞。哎，拢恁错嘞，你好，无熟悉人个啊。这杜霞耶，嘿。那个郭啊，不是，是这个，看形容变较大汉。这个杜霞耶啦，伊国中一啊，几年啊？一年级。过，嘿啦。差不多每年的咱家己啦吼，国中一年级啦吼，啊，即个迄个高中啊，毋是啊，高中毕业了，即个阿丹，还记得呢吼，啊，即个郭小弟弟，嘿，啊，即个较歹去，伫咧细汉下个苦落去，拄仔看无，即叫什么名？啊，十八岁，一三一二三一三，还记得吼，小三对。
小三不是啦，小三的红公呢，叫一三嘛，对啊，我叫什么名？谢谢，我想爱听。